角磨机锯片卡死了，你看扳手拧弯了都拆不下来。我们拆下这种老式角磨机压板，换上这款不锈钢六角压板，接触面更广，使用更安全，避免压板生锈锯片卡死的情况。拆卸也很方便，随便找一把扳手钳子都可以进行拆卸，你看它方不方便。